首先，双手放在身体后方的两侧，上身稍微向后躺的同时，双脚踢直。然后双手放在胸前，双脚离地，保持平衡后，上半身再往左右转动。接着把双手放在头部两侧，上身向后倾斜，左脚往上抬的时候，身体转向左边。这个动作要让双手保持在屈膝抬高的双脚两侧平举，上半身收腹挺胸，保持平衡。之后平躺在地板上，双手固定在身体两侧，双脚再交叉往上抬。再来就是保持仰卧屈膝，腹部收紧的同时，双手交叉往上碰膝。接下来屈膝，让后脚跟靠近大腿，双脚开至肩宽，身体向左右摆动。一样是平躺，双手固定在臀部的两侧下方，先往上抬高双脚，再慢慢的往下放。双手先保持平衡，然后双脚先微屈往前踢，再往上抬高至臀部离地。接着双手支撑在身后，双脚伸直，再交替把膝盖往腹部抬高。这个动作同样是双手支撑在后，然后屈膝90度，先从左脚开始伸直往上提。换到俯卧的姿势，双手撑直，左膝再往右手肘抬高，再换右膝交替进行。之后先保持俯卧的姿势，双手推直，双膝再交替往上抬。过后用双手撑着地板，双脚左右往上抬的同时，腹部向内收紧。最后手肘撑着地面，身体保持一条直线，用俯卧撑来结束今天的训练。首先双手放在身体后方的两侧，上身稍微向后躺的同时，双脚踢直。然后双手放在胸前，双脚离地，保持平衡后，上半身再往左右转动。接着把双手放在头部两侧，上身向后倾斜，左脚往上抬的时候，身体转向左边。这个动作要让双手保持在屈膝抬高的双脚两侧平举，上半身收腹挺胸，保持平衡。之后平躺在地板上，双手固定在身体两侧，双脚再交叉往上抬。
再来就是保持仰卧屈膝，腹部收紧的同时，双手交叉往上碰膝。We still got few more days to slay, eh? It's gonna get so much louder. Now we're here to take control over your body and over your soul. We're gonna take back everything and lose it all. Lose it all. We'll lose it all. Feel it in your arms. Feel it in your legs. 接下来，屈膝让后脚跟靠近大腿。双脚开至肩宽，身体向左右摆动。一样是平躺，双手固定在臀部的两侧下方，先往上抬高双脚，再慢慢的往下放。双手先保持平衡，然后双脚先微屈往前踢，再往上抬高至臀部离地。接着，双手支撑在身后，双脚伸直，再交替把膝盖往腹部抬高。这个动作同样是双手支撑在后，然后屈膝90度，先从左脚开始伸直往上提。换到俯卧的姿势，双手撑直，左膝再往右手肘抬高，再换右膝交替进行。之后，先保持俯卧的姿势，双手推直，双膝再交替往上抬。Just like a spark that's
过后，用双手撑着地板，双脚左右往上抬的同时，腹部向内收紧。最后，手肘撑着地面，身体保持一条直线，用俯卧撑来结束今天的训练。